南韩职业联赛 FC 江原对仁川联。我们预测这个赛事会是一个和局。FC 江原上轮联赛0-4惨败给蔚山现代。不过对手仁川联已经连续二轮联赛不胜。两队都没有赢球的把握。此番不妨看好双方握手言和。感谢你的收听，不要忘记点赞哦。